现在内地啊一堆军事迷，我们哦真的很需要借用您的长才呢。军事不好吧，太敏感了。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起点，一向自诩温和的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人看清，往往一击就失去了理智。季健，这么好的机会你要好好把握。在我们节目上讨论的都是公开资讯，没有问题。就是这篇，是有关于台湾地区的飞机采购案。好啊好啊，我能做到的一定配合。这群人啊用的全都是招数，你别让表面功夫给蒙了。他们要什么我们就挑着写，反正就跟赵丽说的一样，弄点数据，反正也不知道真假。当鞭子与糖果双管齐下，人往往上了当还不自知。总主持人，行啊，要是与我的节目做结合，那要不了多久季大哥您就可以打响名气。真品吗？依我的判断，这幅画最少300万起跳。300万，这么高？300万还不算高，这还是近代名家的作品。要是清朝以前的画家，不要说千万，上亿都有可能啊！哇，不枉费我千里迢迢带回来。哎，发了。你怎么去一趟大陆回来，带了这么多好货？会不会挖到宝了吧？你也可以啊。我？怎么可能啊？而且以我现役的身份，我根本就不可能去啊。有我跟王先正带着你，一定没问题。走吧，走吧。等你身体好了以后。我带你出国去旅游，巴厘岛好不好？你不是想去巴厘岛旅游吗？还是欧洲？我们去法国走廊喝咖啡，塞纳河畔游船鹅。嗯，结婚时说的话，你还记到现在？对不起啊，都结婚这么久了，一直没有实现当初的承诺。不怪你，是你有工作啊。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。是，我们已经抵达台湾了。季雨伦那里我会再施点力。当然，当然，是，是，好的。你在干嘛？人家在跟领导讲话嘛，就知道捣乱。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领导刚刚怎么说呢？领导说啊，季雨伦给的资料有限，看起来还是那个王先正比较有利用价值，所以领导要我们在王先正身上多花点心思，最好呢可以借由他认识一些有利用价值的军中人士，说不定还可以发展新的人脉。这个开发呢，绝对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吃来吃去哦，还是台湾菜最符合我的口味。出去那么久哦，卡西有些鸡皮。看你这副馋样，你都还没先见过王大哥，就自顾自的吃起来了。抱歉抱歉，王大哥，我先自罚3杯。哎，随意叫随意叫。你们太客气了。是说怎么那么巧，你们两个怎么一块回来？就是这么巧啊，还是王大哥您介绍，我才会认识陈主席嘛。是
是啊，是啊，而且、啊、这个台北分公司啊，即将要成立，刚好回来看看安排的怎么样。这回找王大哥是有重要的事要和您商量，想讨论一下下一季节目的主题，要走什么样的方向，既可以符合军事潮流，又能引起观众的注意。既然都聊起这事了，我看咱们就讨论一下吧。您的节目，我恐怕没办法参加了。这是为什么？不是都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不做了？其实我在不在没关系啊，反正现在有雨伦在，效果都一样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是所谓的既剩余何剩量的余量情节吗？可是我们和王大哥您合作远在季大哥之前，再怎么样都要以王大哥您为重嘛。哎，你们俩真的误会了，我跟雨伦两个是好哥们，哪来什么余量情节？再说啊，我不过是混口饭吃，你们俩把我比喻成三国人物啊，真的太严重了。承担不起，承担不起。还是说王大哥您对节目的费用不大满意，这我们可以调整。哎，赵玲，你这说钱就伤感情了，我真的纯粹是累了，不想要两岸来回这样往返奔波。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台北公司啊，还有这个顾问这个职位需要您来帮忙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你都帮我想这么周到，我要再拒绝就太不会做人了。那就这么说定喽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就是要等过一阵子。最近啊，真的太多事情太忙了。等我忙完之后，一定会二位效劳。究竟是什么事情，让你把这赚钱的大好机会给往外推啊？你们俩难得回来，别为了我的私事扫兴。来，我敬两位喝酒。不好意思哦，学长，还要麻烦你开车送我回营区。不会啦。哎，你看那块空地，你还记得吗？以前搞军演的时候，还要把坦克载到上面去，说什么要预演中共的大型机械上岸的情形。对哦，这样说我就想起来了。还有那块啊，你记得吗？每到假日的时候，一大堆观光客，上面明明就有写军事禁地，我赶也赶不走。真是快把我搞疯了。学长，这边拍照不太好吧？放心，是我自己要用的。哦，是你之前说的周刊文章吗？但是这些画面千万不能用哦。这还用你说吗？可是我想一想还是不太好。哎，如果你把这些分布都写出来的话，大家不就知道我们军方的配置了吗？哎，这些东西只要 Google 下就有了，少紧张了。你们看，这座桥从水面到桥面总高是12公尺。平常它是连接巴黎到关渡的重要桥梁，从这边可以到台北市，这边到台北港。那平常我们在军演的时候，坦克车就是一路从这里开进去。好详细哦，雨伦，你真的找对人嘞。那当然啦、啊。但是我建议有些照片是不是应该把它删掉？像这边有拍到军营的照片，那像这边是我们大型军事武器上岸的地点。如果这些照片登出来的话，我怕以后会有麻烦。怎么会麻烦？这些照片之前军演的时候早就刊登过了，而且在新闻界早就都传遍了。是这样吗？嗯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你干嘛？如果他把照片删除的话，人家还要上网重新下载，这样很麻烦。你帮帮人家嘛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快点，快点。不好意思，部队有些事情，我先回去处理。那这些照片，我先把它删除，你们没意见吧？没有问题。如果你真的会担心的话，那你就删除吧。
对啊，刚把报告交上去。嗯，奇怪，怎么自行表白问卷还没写啊？徐昂，我……你干嘛？不是学长，我最近没有出国，那个问卷我……哎，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陈焕章。待会我要出去一下。再记得看到他时，记得提醒他这个礼拜要上线填写。是需要。需要有什么事吗？老旁官，是这样的，最近有一位退伍的长官来跟我打听我们军演的路径，还有登陆艇上岸的地形，而且还做了详细的记录。嗯。这两天我跟来自大陆地区的台湾人士见面，虽然我们只是去一些观光景点拍拍照。但是照片里面有一些拍到军营。王先，经过检查之后，这一次王太太的手术并不成功，癌细胞还是有扩散的现象。那有其他治疗方式吗？以王太太现在的体力，进行化疗对她来说恐怕是无法负担的。而且，医师都已经这样了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王先，家属可能要做好准备。我们真的很抱歉，医疗团队已经尽力了。傅莲啊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这个东西啊，要是登出来，说你是第二，绝对没敢说是第一。这下一期的销售量绝对咻直线上升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王大哥，您怎么了？这两回看您都心事重重的。是大嫂啦，才刚动完手术。玉兰。这种小事别拿出来说。王大哥啊，傅烈是我自己大哥，我也把你当作自家人，你何必这么见外呢？大嫂是……哎，是癌症末期了。王大哥，您别怪我多嘴，这件事情季大哥之前就跟我说过，我之所以没有跟您提，是因为……我还没有联络上内地的神医。神医，我去年周刊啊有采访过他，这个神医相当厉害，许多癌症末期的病患都是他抢救回来的，要是有他帮忙，大嫂就有救了。赵丽啊，你还真厉害，可以联络上他。只是啊，医疗费用相当惊人，恐怕是笔不小的负担。只要有机会，哪怕卖车卖房，我都愿意。王大哥啊，何必卖车卖房呢？你房子卖了，你们夫妻住哪里？还不如来我的这个杂志社当顾问，每个月几十万的薪水，你又可以照顾大嫂，医疗费又有着落，多好！
哎，老王啊，人家俊迪都这么说了，你就答应吧。那我就敬你一杯，先谢谢你了。来，大家一起来，来来，傅练啊，这杯我们一定要喝，这个预祝我们的事业宏图大展，收视长虹。来，干了！ 于丹，你是真不知道还假不知道？我不早跟你说过了吗？跟他们这些人打哈哈就可以了，你怎么当真了呢？你看看你今天给他们东西，不但把北区军事分部区写得清清楚楚，连照片都提供给他们了，你这样做好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些人有的是方法，明知道你记不得，却老说些刺激你的话，让你跟他们乖乖的配合。对我呢？ 知道我需要医好我老婆的病，就拿神医来吊我。兄弟啊，这些都是愚人，难道你看不懂吗？好了好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先这样。 你也觉得不对劲吗？ 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说，我已经把跟他们接触的事情反映上去了。你只是做你该做的事情。现在回想起来啊，其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。唉，可能是我自己看不清楚吧。 看吧，我早说过他们两个人有鬼，还好我已经反应上去了。现在你相信了吧？阿正。 这是什么？你该早点休息，不然怎么会有体力？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啊。阿正，该来的总是会来。怎么会突然这么说？我很庆幸这辈子能够嫁给你，但是我不要你因为我。 做出违背良心的事，被有心人利用。我们这辈子不求大富大贵，但求清清白白。雪莲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。只要你心里有我，我永远都在你身边。 我会做我该做的事。你都想清楚了？嗯，我不能让其他人跟我一样，受到他们的利用。